咱记得用辣椒做一大美食，这把辣椒给它头去掉，给它切成小段。把它搓到够了，里面打鸡蛋，加点盐，加点花椒粉，加点十三香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里面加一勺面粉，把它搅拌均匀。这都可以上锅了，锅里多大的油，油热给这辣椒倒进去，用刮布给它调整调整，盖上盖子烙两分钟，掀开看看，给它翻翻。放了都给它翻翻，再煎一会都可以出锅，再它翻翻都可以出锅，这个就行。香酥青椒都做好了，又简单又好吃。